呢度只有你我，何必多礼？父王讲过，大燕国嘅天下喺呢度会把剑嘅主人打翻嚟。佢一生要做嘅就系守住每一寸嘅江山。明日一战，父王会唔会赢？我永远记得我十五岁嗰年第一次同大王去打仗，我见到不管有几多人喺度搏命，最后都系佢一个人，一个举动就决定咗战局，主宰所有人嘅命运。你父王就系战场上嘅神，你有需要为佢担心咩？告诉他，他一爹是最英勇的战士。战伤靠近要害，如果一移动，马上就会有生命危险。唔好再讲啦，燕帅，军情紧急，唔能够耽误，不如由你领军。我决定将呢场仗嘅指挥权交出嚟，慕容雪府。神将在，帮我将大燕国嘅旗插喺赵军头上。领命。你哋都退下，准备反击。是。雪府，大王，大王，小心伤口。你放心吧，大王。呢场仗我哋一定打赢。我知道虎爷，灭战嘅敌人再凶狠，都难唔到我嘅虎爷。我只是担心你见不到的敌人，他们只会令到你防不胜防。大王你不用担心，好好地休息。去了虎爷，出发。皇上怎样啊？公主，大王伤得好重，不可以耽误。咁应该点啊？我要即刻发动进攻，好好照顾大王。父王，飞儿，
雪府翻嚟之后，将飞燕人交俾佢，由佢嚟照顾我哋大燕国。仲有你，你唔会有事噶。死咗几多人？佢哋早就应该将生死置诸到我。佢哋都系我大燕国嘅子民，为咗保卫国家，佢哋每个人都不怕牺牲。但系我哋都唔可以要佢哋白白咁送死。咁你都唔应该将罪人交俾个孤儿啊！佢虽然无父无母，但从来冇将自己当系孤儿。佢一直将大燕国当系自己嘅家。但系我就系你嘅亲侄啊！我身上流住嘅系真正嘅王者之血，可惜你做嘅每一件事，打嘅每一场仗，都系为咗自己嘅野心。你错啦，我做嘅每一件事，都系为咗我哋大燕国。只有我才能够令他变得强大，这个不是野心，是梦想。出征前曾经同老臣讲过，此人若有不测，皇位就传俾慕容雪府。是你滕公开玩笑，定系我耳仔有毛病？大燕国嘅皇位居然会传俾一个连自己爹娘都唔知系边个嘅野种？爹怕讲笑话有分寸喎、啊。咩身份？我会夹个小兵头。剑堂之上，边个敢放肆？刁炎柏，你敢违抗大王嘅遗诏？如果真系大王嘅遗诏，我谂唔会有人违抗。不过头先我从头到尾所听到嘅，都是你滕伯常的一面之词。燕顺，你这样说实在太过分了。我们要听的
是大王的说话，不是你。大王临终将大燕国的镇国宝剑飞燕交给我，就是要将我处理。先王已经决定了将王位交给公主，镇将和大燕国所有将士听从先王为命，誓死效忠。公主爱民如子，若能为王，大燕国上下一定能万众一心。皇位从来传男不传女嘅，公主有大王嘅临终受剑，唔通你敢唔遵从？点知道？系唔系大王临死之前一时糊涂？你再讲先王半句坏话，我就杀咗你！两位将军，你哋嘅剑系用嚟杀敌嘅。我大燕国以武立国，历代君王无不骁勇善战，公主身娇玉贵，日后为王如何领军保家卫国？非儿自量，未能领军杀敌，就是我身上流的是先祖的血，我不会负祖负国富民，我立誓从今日开始接受军训。下一个侵犯大燕国的敌人，我会用飞燕刃斩他人头下来。滕伯常，李实在，在军训未完之前，你暂掌朝政，有抗命者斩。遵旨。飞儿登基为王，妇人治国，简直就是笑话。我绝对不可以被他糟蹋大燕国的尊严。为什么你不说出来？你才是父王挑选的人，我根本无资格做剑堂的主人。我明白大王的心意，不过我认为只有你才能够稳住大燕国所有人的人心。但是我怕我。你根本不需要怕，你会一直在我身边帮我。我要将你训练成为一个英勇无惧的战士。
王公去从军啊？我要同大王去学打仗，将来做一个军人，保卫大燕国，同埋保护你。虎哥哥对飞儿好，飞儿喜欢你，呢块石头会帮飞儿保佑你平安归来。咁夜啦，仲嚟喂马？喂完马翻去休息。将军，我有嘢想同你讲，系讲俾我自细嘅个雪虎哥人听。细个嗰阵，佢成日带我骑马、射野兔、捉鱼，系我最开心嘅日子。最近同佢喺埋一齐，虽然成日挨闹，仲要受罚。但我知道他是父王以外对我最好的人，无论他怎样对我都是独帮我。我只想他知道我一定会令他失望。但是他登不到基，就连慕容雪虎都要被问罪。
居然在军营里面失踪，身为军教的慕容师傅，该当何罪啊？而家绝对唔系问罪之时。滕大人讲得啱，或者呢件事同慕容师傅毫无关系，咁佢又何罪之有呢？失踪呢件事，如果由始至终，即系公主自知无能，完成唔到军训，所以故步而阵嘅话。要等慕容将军尽快找到公主，咁真相自然会大白。你是什么人？是我救了你，你中毒针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我住在这里的，你放心，你可以在这里养伤。我要回去。哎，姑娘，你中的毒未清，行得远的。我一定要走，告辞。姑娘，你再走就将你交返俾想杀你嘅，暂时唔可以离开。呢个药要食三日，饮咗佢，好快就可以离开。喂，你叫咩名啊？端兰泉。我叫燕飞儿，多谢你。燕飞儿，嚟啊！要换药啦。唔换。你嘅伤口每日必须要换一次药嘅，如果唔系会好痕嘅。我话唔换就唔换。段兰泉绝无轻薄之心，琴晚帮你换药，要睇嘅。唔好讲啦，攞嚟俾我，我自己换。
快手啊！好狠啊！咁慢噶？喂，啊，唔准睇。咁唔睇点换啊？唔准睇得太清楚。唔系啊，唔准睇。唔睇，连摸咪仲惨。你合埋对眼啊！喂，唔好喐啊！你做咩啊？帮你绑翻啦。你拧住面，拧住面，我唔准你偷睇。你合埋对眼啊！好啦。中了毒針，肯定。你哋翻去山谷先，等候指示。当日喺剑堂之上，所有将士都亲耳听到公主立誓完成军训之后先登基为王，但系佢而家从军营偷走咗，咁即系佢主动放弃皇位啦。我哋唔可以妄自猜度。如果燕飞儿真系唔能够履行承诺，我大燕国将会另立新君。端兰村，端兰村，能吃就多吃一点，咁嘅样食唔食得噶？食啊！燕飞儿，食得惯吗？都可以，我唔系太肚饿。多谢。我头先帮你整一样嘢，又帮佢改埋名，叫不求好人。嗱，送俾你。不求好人，我嚟做咩噶？背脊行嘅时候，佢就帮到你噶啦。你又要去边啊？去见皇后。皇后？系咩？你讲嘅皇后系封后。系啊，呢种蜂蜜系稀有品种，佢哋人有益体氧气之效。不过要小心，千祈唔好俾听到。呢个蜂蜜加埋我草药，对于疗伤好有功效嘅。平时多用，对你身体好好嘅。嚟，试下。真系好食啊！我都想试下。咁好啊，好似头先咁，唔好心急喎。好食啊！好食啊！你唔应该做军人，你应该煮饭。
唔系我煮嘅嘢好食，系你煮嘅嘢太难食啊！煮得好唔好食都冇所谓啦，一个人食乜都食得。你屋企人呢？唔喺度咯，同我一样。你南方人？咩南方北方人？大家都系生活喺块土地上面啫嘛，根本就系一家人。一家人，由细到大都系战争，打嚟打去，边度一家人？咁你点解要从军？我见国家有难，所以匹夫匹女有责。国家冇难，国家有病。有咩病啊？好战嘅病。大国恃强凌弱，小国你争我夺，害到生灵涂炭。所以你为咗要远离战争，嚟呢度隐居。战争就系杀。去休息啦。睡得好，伤口好得快。世上仲有索血战士，唔系话佢哋喺十年前就俾十国联手灭绝咗咩？咁多快步联埋一齐有咩用？你联得快，我哋就好快成功噶啦。咁呢个到底系咩嚟噶？你话俾我听啊！系天灯。天灯咁大啊？如果唔够大，点可以将人送上天啊？你发梦。人要识发梦，先会梦想成真啊！梦想成真，天灯需要大量热气才可以升空，所以我去了漠北草原找到一批草药，只要将草药调教好，就会变成燃料，产生强大热量，到时一点，哇，我们就可以飞了。如果飞得太高跌下来那怎么办啊？我没想过。飞儿有没有想过，天仔一片蓝，云彩到处飞，当一切就在你身边，两边望望，蓝天白云伴你飞，咁就真系变咗你嘅名字一样，燕飞儿啦，就可以好自由咁，想去边就飞去边，你话几快乐啊？咁你几时带我飞啊？都未整好，你唔知啦。点解啊？你嘅伤已经好翻啦。明天可以走哦，是啊，我要尽快回去。想不想看看世界上最美的东西？是什么？来啊，我们走上去。其实不过是一块没被战火摧残过的土地，你看看，哇，好可爱啊！生命是宝贵的，我们一定要珍惜。记住要定时换药，里面仲放了痛风蜜，早晚吃一次对伤口会好好。背着痕就用不救好人啦。地图放在里面，
你唔会迷路噶啦。我会记住噶啦。瞓得早，瞓得好，伤口最快好，系时候休息噶啦。所以你睡着了，不过被人吵醒，做咩仲唔瞓啊？我听日要走啦，最开心就瞓唔着。你呢？呢几都好攰，等你走咗之后，我可以一切如常，过翻个清静日子。瞓啦，瞓得早，瞓得好，伤口最快好啊！一日到黑，仲要识讲呢两句。我送你出去好吗？
神户家来迟。都免礼。树富哥，呢位段大夫系我救命恩人。多谢。公主，我哋回城啦。好。睇公主备马。系。我唔系故意隐瞒噶，公主，能够帮到你系我最难算嘅命。但我更加希望嘅系，系你心目中嘅燕飞儿，一直可以喺天空中自由飞翔嘅燕子。记住你的承诺，或者我想太远，那个天灯可能坐不到两个人。公子保重。可以停下來休息一下。不需要，我們繼續趕路。將軍，求見公主。發生什麼事？趙國大軍壓境，我軍拼力抵抗，死傷慘重。飲水。要挟我，要我将王印交俾佢，等我即时登基，然后先肯出兵。罗夫实在忍无可忍，唯有自己亲自带兵，真系太过分。双方兵力有几大差别？赵军一万，我军只有将军部下2000人，兵力悬殊，战事一拖，形势对我哋大为不利。何况胡伯仲喺我哋背后虎视眈眈，咁点算啊？赵武知道呢一场仗由公主领兵，佢嘅目标一定会系公主。而我哋就设下陷阱，让公主引佢上当。但系咁做，公主会太冒险。我曾经喺剑同发过誓，我会亲自带兵抗敌。你哋要全力保护公主，情况有疑，立刻撤退。的公主亲自挂帅，慕容雪府点解唔挂帅领兵呢？我早知道他哋将帅不和，日落之后，天下为我赵国独尊。
主，点解唔杀佢啊？父王，要杀就杀我啦！有我凌承担攻打燕国嘅精锐，求你留条生路俾我父王。拦开，父王，嚟啊！嚟啊！你爽爽快快一刀杀咗我，将来赵国一样要你不得好死。杀咗你一个，我可以杀得尽赵国所有嘅人咩？赵武，燕赵两国战争多年，死伤无数，争嘅系乜嘢？为嘅系乜嘢？你嘅父王，我嘅父王，仲有我哋嘅先祖，战场上千千万万嘅将士，为咩而死啊？为咗仇恨。仇恨？但我同你嘅仔有咩仇恨啊？到头来只会两败俱伤，带你父王走啦，退下。身为统帅，煽动部下拒绝执行军令，兼且图谋妄为，陷国家于危难之中，罪不可恕。即日起，革除所有职务，逐出大燕剑堂。败寇，呢个游戏原本系咁。燕帅，呢种毒剂系本师精研秘制，若性奇毒木鼻，木药可解。如果唔系上次你配制嘅药剂无效，燕帅早就登基为王啦。真系无药可解，见血封喉。你识配制吗？识，我识。村镇灾民情急，容易抢粮出事，要派兵压粮，饥民遍野。饥民遍野，急需放粮赈灾。急需放粮赈灾。
公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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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放梁赈灾嘛？是放梁赈灾。慕容将军，你嚟调配兵马。滕公，我哋仲有冇事要商议啊？后日就系秋祭拜帖，公主登基大典嘅安排。战事刚完，水灾当前，登基大典不宜铺张，一切从简。系。好啦，大家都辛苦啦，退下。你仲好似以前一样，无论爱到边度，你都系第一个揾到我。我知道只要你有心事，你就最中意嚟呢度。细个嗰阵，我净系知道皇城嘅墙好高，但系就唔知皇城以外嘅世界有几大。咁你而家见过啦？但系仲有更高嘅地方。如果喺天上面望落嚟，咩都唔一样。当我遇到佢之后，我居然相信人可以在天上飞。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相信这个傻瓜的话。他不是傻瓜，他是朔月战士。朔月战士？我记得父王曾经讲过这个名字。他是我们大燕和天下九国的禁忌，没人想提这班人。他们从来不肯接受任何国家的统领，中华南北去到边杀到边，未打过大仗。他们可怕，最后令到十国联手，在十年前的一个晚上，将他们赶尽杀绝。他能够绝处逢生，我想这个应该是上天给他和我的一个机会。公主守月，诸神众将，燕飞儿决定放弃君王之位。交由慕容雪府、滕伯常共主朝政，振兴大燕。公主，公主，从今以后，燕飞儿再唔过问国事朝政，天佑吴国。雪府哥，你系燕长天嘅女。你流紧佢血，你要保住佢嘅心血。你都知道父王早就决定将飞儿引交俾你，你先至系继承佢梦想嘅最佳人选。呢度系你个国，亦都系你个家，你就咁不顾而去？如果佢需要我，我可以为佢而死，为佢而战。唔到你心里面冇其他嘢值得你留低？当然有，我会永远放在这里。
再见啦，富哥。飞，自己保重。
将军，我啱啱接到消息，胡八狮子调动九部将士大兵出城，简直系大逆不道，真系想为城造反，内战一番，大燕将会国不成国。公主啱啱退位，我哋要稳住局面。紫灵芝非常罕有，呢、这个季节采摘最好。哎，我哋分头揾啦，睇下边揾得多。我去嗰边。好我已经不再是你想要找的人，出手啊！为什么一定要逼我？你今天没有勇气拔刀，就没有资格跟飞儿一起。你手里面的刀不是用来杀戮，而是要保护你一生最重要的人。大英国不再是安全的地方，待飞儿离开，走得越远越好。多谢。走！走啊！王子，
将来会抌低你哋嘅，要死一齐死。老街，我要我哋帮忙送死。有一件事我想跟你说，你不说我都知道，朔月战士跟大英国之间的恩怨已经是过去的事，我在乎的是我们的未来。慕容将军今天来找我，雪虎哥来过，他要我立刻带你走，我想大燕哥真的出了事。我以为可以梦想成真，为什么你不瞒着我？我选择告诉你，因为你应该要知道，为了你我可以放弃皇位，但我真的没办法对大英国的安危置之不理。兰泉，等我回来。Thank you.
你伤点样啊？你放心，我冇事。上次我用咗三日时间就医翻好你。听我讲，唔好等啦。大燕国又需要你，要快。等我翻嚟啊！我会。系咩？军营少咗，兄弟都死晒啦！老计为咗救我，牺牲咗自己。你哋走啦，我冇资格再做你哋嘅将军。走啦！走啦！
睇你嘅血，仲可以留几耐？Thank you.
放我回来，我回咗你啦。我哋一起去睇最高嘅山，最大嘅海。起身，带我走啊！兰泉，同你喺一齐嘅日子系最美好的。虽然短暂，但起码我哋冇错过。代国主身份，封慕容雪府为超烈剑士。从今以后，燕国不再兴兵征战，与天下九国和平共处。兰泉，以后不会再有战争侵犯任何一处土地。很快你就可以看到，到处都是我们的世外桃源。